近日，苏永康亮相北京参加某活动。自2003年与前妻离婚后，苏永康十年间并无再婚。不过，在当天的活动上，他却坦言自己想要结婚。人生断言我一辈子都不会结婚，但是我现在我可以告诉你，现在我旁边那个人已经把我融化了，我一定会有结婚的一天。